对吗？那你往下滚滚，地图滚到最下面一个叫龙三的，你玩那一张，龙很三，容易钓到大鱼。他不给我改，你改有了啊？你是龙三啊？我看你我有改改，了。好，那我鱼类挣好，扎要吗？当然要啊。好哦，哎，对，你不要休的话，息就点一下左键喽。就飞上来了、欸。对呢，我忘了，我很久没开了。如果有人有这款密码0919，没有919而已，九九一九，九不是要四码？有吗？你三码，不用啊，三码就好了。那不是就一二三啦？好吧，你怎么改掉了啦？哎呀，这个人哦，没有，他是。那要不我重开看看好了。没关系啊，掉啊，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现在是想怎样？他不会动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对，我重他开不好会了，动哎、欸，重开。我听到倒数声音了。我也听到倒数，麻婆豆腐，难得再玩几，我刚好不在家，你都这样什么？啊？哪有，里有919？哦，好，都能开房。可我现在我不知道开房你们会不会看得到。你吗？上你次有换开，网路吗？忘了，停了，休息啊。为什么你们要玩？该开始了。Hello，问怎么玩？找到你喜欢的点之后，点右下角的那个砖头，钻洞。对，你就钻洞下去开始钓鱼，然后快捷键 F 是 power 下去。然后 R 是那个捞冰、捞碎冰，因为你的湖面会结冰。然后 T 的话是你，如果你有饵料的话，可以按 T 去撒，喂它们，就像这样子。继续。哦，有人在看剧哦。也是可以在地图上看谁在附近，还是之前就有了？你说红红的点点吗？对啊，之前就有之啦。前就有了，真假？对啊，所以才会炒作不要离我那么近之类的啊。叫你滚远一点。钓到大鱼的不能回家，要困住他。那、啊、怎么说？多干事。F 或者是你滑鼠压着你的钓竿，用力往上抽。往最上面抽。有钓鱼的感觉，秀秀很会钓哦，我以前的没记录有。会留着吗？我不是有留着吗？我以前的记录啊，石头的工厂。哇！我刚才想说钓到第一条鱼都不能回家，还好你先钓到了。早都知道我就慢一点。三点九，可是老板好像就是要换你不能回家了。对，你不能回家了。有种躲我啊，有种你就围着我啊！要怎么换那个钻洞的来着？你那个你要起来，然后钻洞前应该可以选。忘了，你的洞哎太呀，小了吗？好像也没，好像也不好。我是用黄色的那个钻洞，我要我的，我是黑的，不好意思。鱼线我有断黑的啊，了，我是鱼有线黑的断了啊！你是不是你的啊？等下还是用小一点的地图好。他只是他个的新是最手。新的。对对对，因为这边的地图鱼都有点大只，你那个会断掉，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是新手。买的钓竿哥哥在啊，因为我这个也是之前买的啊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鱼在抖动。在抖，可它以，会冷。你可以玩。
不是不是，我玩到他在抖动。为什么要让他害怕？不然我们应该 找一群人围着一个人旁边这样子。围着你吗？围着你。人太少了，掉那个围不起来呀、啊。哒哒。出发喽！如果你怕鱼断掉，你就钓湖面一点的湖底，你可以用滚轮滚，可以调你要的饵的位置。好，哇，他不用回家了。秀秀，你不用回家了，你不可以回家。我要回家，我上次已经好多次没有回家了。你不要回家了啦。不行，你不可以回家。家人不认你这个人。欸、我玩不到我的鱼了。好，我的鱼跑了。好，秀秀，我们一起不要回家。哎、欸，原来我们有黑色的，没有买到。我记得有两个颜色是一样大的啊。黄色吧，黄色是重型。哦，算了，秀秀还是不要回家了。我要跑去找秀秀。秀秀，你在哪里钓鱼？秀秀，我在比较深的地方。好好好，我跑去找你。我要去抢秀秀的鱼了。好，要帮你挖洞啊。哎、啊，对啊，我可以帮你挖洞。可是我自己在挖。我的洞，我挖的洞会比较大。我的也很大。我是拿黑色的。可是那时候有点测试，就两个都买，就两个都一样的介绍。哒哒，那洞应该都一样，比较大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一样，是看你喜欢黑色或黄色。可是真的假的？黄色也是重型的、啊。对啊。快去睡哦。明天要早起，为什么六日欸？阿缇娜，你放榜了，有没有考上啊？啊，还没有。放榜了。那个是北部吗？甄选。哦。啊！你打断他的腿。谁的腿？秀秀的吗？秀秀的、啊。秀秀拍。我可以拿钓竿打他吗？你要腿还是要鱼？选一个。不要。鱼要出征哦。好。当然是腿啊。那鱼交出来。鱼留下。不准钓鱼，不准钓鱼，回去给我回去起始点。给我回家。你不可以在这里。紫色，你的钓竿应该已经快断掉了吧？那一种垂着那样子，应该快断了。是啊，拿竹竿在钓鱼、欸。它不是，它看起来不像竹的，很细啊。对，很细，就竹子的末端，超级细。你之后可以买繁星钓竿。嗯，我繁星配色的钓竿，很好用。多少？蛮便宜的欸，那不贵吗？我觉得很便宜欸。他新手有点贵。哦，不要让他。
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也不能回家喽。呀，你要看秀秀掉了多少个，多少比较中的鱼？艾琳，一个而已啊。你要鱼还是要你的脚？我两个都要。不行，你在哪？我要去打你。我在秀秀旁边，跟在秀秀旁边有大鱼钓。秀秀你在哪？我在那个海比较深的地方，湖比较深的地方。天啊，就你旁边而已哦。哎呀，吓到我！我老婆钓鱼头。洞太小。你洞太小。对。你是用红色的钻孔器吗？对啊，我还没有买的，钱不够。QQ， 你在我附近对不对？你起来，我附近有一个我挖过的洞，看你要不要去那边玩。好不好？你那条也有五公斤以上哎。这个吗？就我旁边啊。你们发现洞比较大？哦，圈圈小蛮腰，哎、欸，圈圈过来玩，晚上啊，钓鱼啊，钓鱼，好，我卡住了，我刚吃完，居然说好，我刚吃完饭回来，哇，哎、欸，乐之屋好吃哎，什么？乐之屋啊？那什么？那个金鸡母那附近，我这是真的不能回家了。卖咖喱，你不能回家。金鸡母卖咖喱的、哦，对吧、啊？在 space， 然后发现这边的鱼都很好钓啊，都很大条。卡住了。我钓我的小鱼去。小鱼，小鱼。我这边很少有那种零点几公斤的。我卡住了。你是哪里卡住？我好像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它时间有在跑，可是我卡住了。你的鱼竿那些不会动是不是？请问我要转哪里？我不能移动，大大的。你在钓鱼了吗？没有。大大不是我。密码919。我重开好了。哇，你的鱼就没了哎、欸。没关系啊。哇！提示：如果钓洞太小，请尝试更大的砖头。哇！原来不能回来的是他。啊，是什么？你没差了，不用回家了。钓到什么了？钓到13公斤的。拜拜拜拜拜拜！秀秀，你不要回家。你真的不能回家。我看看我三分钟，我看看我三分钟能钓到什么鱼哈。秀秀，你不能回家了，秀秀。我要等下一场，我在这边等你们。胖头鱼。为什么要舀水？因为湖面会结冰啊，结冰之后你鱼会挣脱掉，你会拉不起线。我在你们旁边走，你会看到。哎，不小心受干了，啊！我在你旁边走，你会看到吗？嗯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艾琳的ping有点高哎、欸，还蛮正常的、啊。那你用圈圈的会比较好，这也很难。对啊，可是我不会卡，因为他是海外啊。没有没有，海外 ping 本来就会高，然后他不会卡，啊、很正常。他会比较高一点。好啦，我看一下这么一点时间我能钓到什么。钓钩子。没有钓到鱼我就不回去了。真的，我们可以不用回去。反正没差。
啊，什么起始区域？没有啊，叫你差不多该收了。不要，我连鱼都没有，又没差。掉了会比较好掉吗？会啊。我要回家了。我掉到了。不能回家。不能上浅滩跳。我可能刚刚想说换个孔啊，结果哪知道这边是浅滩，可恶。浅的也有大鱼啊。对对。那还是回去了，回去。啊，算了。掉了，不掉了。啊，要怎么回去？回去刚刚你一开始的地方。按个一。一。是一吗？一。是一吧。你这样不优哦，你就按你就按红色那个就对了嘛。哦，就按红色那个。红色转动的那个。哦。对啊，就按那个就对了。嗯